休斯顿南边知名酒吧5015今日凌晨惊传爆炸，现场满目疮痍，请看详细报道。在休斯顿阿玛达地区的酒吧5015今日凌晨5点传出爆炸，从画面可见现场满目狼藏，地上都是瓦砾与玻璃碎片。休斯顿警察局表示，这间酒吧平常在晚上11点就关门了，因此凌晨5点时，店内照理来说应该没有任何人。目前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中，所幸的是并没有传出任何伤亡。